谢谢圣诞树。我今天为了那个就是要拼树，就换了一个地方直播。谢谢圣诞树，还好我买了一个那个直播自拍支架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手机支在这。看，这是我新买的毛衣，可爱吧？我的那个树我已经把我刚刚把它拆开了，谢谢圣诞树。给你们看，这是那个。今天我们的酒店送的平安果，哇，谢谢汤姆送的小皇冠，这是酒店送的平安果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还买了一个，就是在那个大街上，然后谢谢圣诞树，看到有那个水果店，然后就买了一个，然后雪人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苹果，有一个苹果，是不是和我的衣服很搭？我感冒好一些了，现在就是老是咳嗽，但是好一点了。谢谢圣诞卡。再整点眼影，不能倒计时，我马上就要开始拼数了，好紧张呀！我都没有看。我都没有看那个教程，谢谢圣诞树。我都没有教程，我盲拼，我肯定是就是，这说明我比别人要聪明。没有说明书呀，就里面啥都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把那个，我前几天就把那个树干拿上来了，然后刚刚才拆。你们听得到我放歌吗？我买了两个呢的帽子，对。我赶紧拼了。
好多血血呀、啊！不准倒计时，我还没有看那个东西呢。圣诞树，看到吗？是不是看不到下面啊？嗯。像小矮人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应该是那个底座吧。我突然发现这圣诞树好简单，感觉我五分钟就能拼完。哎呀，这看不到我的房间号吧？看不到。对我来说有点太简单。这个树这没有插口，没有那个接口啊，这不会给我发了一个残疾的树吧？你看，没有那个接口，没有奶粉。
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像发的不对啊。这数也太小了吧。迷你是哪？他没有，他才到我的这儿，差不多有一米吧，不到一米。我研究一下，但是这个里面已经没有零件了。只有围栏了，真的没有。为什么这树这么秃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反了。反了吗？哎，这玩意儿，这可以拿，可以揍人用，可以打人用。哎，你过来呀！谢谢圣诞树。就是如果你这样走出去，走到街上肯定没有人。谢谢哇！谢谢老贼的皇冠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反了吗？这个是这样的吧？这个我插对了吧？这也不对，到底对不对？
这样吗？厦门那个反过来。这完全不是我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树质量太不太好啊。这个买的人这是怎么挑的呀？大家不知道啊。说明书，说明书我得去那个，我不知道呀，我没有说明书呀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哪家买的，然后这里面也没有说明书。我自己的那个，我自己拼法拼吧。
反正毛衣，看看这我的毛衣上沾了好多那个血，我没哭。无语啊。段璇他肯他更不会，我都不会，他哪里会呢？他哪他更不会了，他还没我聪明呢。这什么鬼？就是说我现在安的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底这个底座，然后是放这个小的是可以的吧？大的在下面。不是的，主要是我反过来就完全插不上了，下面是不是反了？给你们看，没反，这完全插不进去。哎，这能插？原来是这样。完全插不进你，给你们看看，完全转不进去了。而且你看它这个口，它这个口，它是这种，就是它不是圆的，它就是变成那种不规则形状，变形了。那我就先这样吧。对吧，这钢碗变形了。它就是扁的，砸也砸不进。气到了，这个书。主要就是它这个，它不圆，你看，它一个尖儿，它不是一个圆的，变形了。
没有钳子。剪刀有，干嘛把它剪开吗？谢谢圣诞树。没有锤子，锤子有点太高难度了吧？就是说。打不了，因为我把那个电话线拔掉了。我的电话线被我拔了。没有安装图纸。退群在直播吗？没有小卡片，稍等啊，我去擤个鼻涕。说是正常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五分钟就能拼完了。
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这里面都是些什么？看到吗？来，大家看看这里面是什么？装饰品，装饰球六个，又六个，又是六个，又是六个，又是六个。一包里面有六个，然后一共六包，六六三十六，三十六个球。然后蝴蝶结一个，蝴蝶结两个，蝴蝶结三个。谢谢圣诞树。还有一个小灯。就没有别的了呀，没有别的了呀。谢谢圣诞树，我好，好不甘心呀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给我发了一根，就是发了一根畸形的柱子？没了，就这么多材料，都给大家看了。这样吧，连一下断弦。跟他讲一下这个事儿。谢谢圣诞树。哎，怎么连啊？啊，谢谢圣诞树。谢谢圣诞树，下雪啦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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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 猜猜我在干什么？猜拼圣诞树吧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以为这些人的嘴有多严吗？你快，这个商家送来的是一个坏掉的柱子。啊，我说这个商家，你在哪里吃饭呢？我在外面吃饭。哇哦！哇哦什么？谁呀、啊？什么？那谁呀、啊、？YBY。哇哦！哇什么？你要跟那个商家投诉一下，你说他送来的那个柱子，他那个柱子是一个就是畸形的柱子，然后导致这个树拼不了了。为什么是畸形的树子？它不是连的，是不是你割它了？我没有割它，咋就我割的呢？就他们给你是不是包好？他们给割，就是给它压扁过了。你看，就是不是你来来去去，你又不拼人家，你来来去去，然后你就踢到人家了，然后你把人家踢扁了。我踢什么呀？我一直放在，哎，一直放在下面楼下那个放快递的店，我动都没动过啊。谁让你不动它？而这玩意儿这么硬，这绝对就不是一般人就把它就掰不弯的这个东西，它很硬。你拼不了吗？现在？因为它不圆，所以它就是安不到那个柱子里那个桶里。你用你的那个脚踩一踩，把它踩圆呢。
你说话呀！你踩圆胎真的可以的。有点轻微了。你就用你的脚踩着那根棍子，然后在地上就是一边踩一边滚它。是我来你真的，你用脚踩着那个棍子，然后在地上一边踩一边滚，一边踩一边滚，然后它就圆了，真的。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是认真的。那你怎么办？你不能让他就这么搁那儿，你不能不装人家吧？那装不了，他这是坏掉的，他给了一个烂掉的，你让我怎么装一个烂掉的？你用胶带把人家，你用胶带把人家胶好。可以吧？突然想让我用胶带把它胶好，家人们。你快点，快点！快点啊！先这样，把它放进去。哎。啊，你在看吗？你看一下，你先别吃了。我再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完全躺屁股脚。他肯定是有下面的一个东西啊，你下他下面还有一根柱子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下面还有一个柱子？你感冒了？算了，就是说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吃吧，出去吃饭吧。你眼睛怎么眼眼那么红？被人打了吗？我打。你被人揍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眼睛好红啊！好红的卧蚕，你咋回事儿？人家化的圣诞妆，人家特地化的圣诞妆。我看到你，我眼睛被打了。谢谢。你用那个，你听我的，你用胶带把它胶一下。真的，无语了，没有交代。行吧，我那个再研究一下吧。什么？我说我再研究一下吧。好啊，研究一下。你这个脑子我不太相信你，但是你还是研究一下吧。是吧？拜拜，不想理你了，拜拜。挂了啊，挂吧，拜。确实，太不靠谱了。算了，我就说他不行的呀，我都拼不出，他更拼不出来。没关系，这个在我的就是在我这个预想范围之内的，所以我完全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歌为什么我的圣诞歌曲那么多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们说。呀，这地上啊！去
我这个地被我这一脚踩过去。就是我那个里面是那种地毯嘛，这个酒店是那种地毯，然后现在被踩的各种就全都是白色血血。不过明天阿姨回来打扫。这圣诞树太差劲了。谢谢圣诞树。本来现在这个圣诞树我已经拼出来了，就是和现在这个礼物上一模一样，可能比这礼物还好看，但谁知如此。要不把打包寄给段璇吧。谢谢圣诞卡。谢谢皇冠，谢谢白七的皇冠子。哎妈不行了，我现在有点就是人有点就是这个血压上来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有点热，不要上头。对，不能喝了，我明天要早起，不然会很重。明天我四点多就要起来了，因为五点化妆，我四点多就要起来。可是我好不甘心，我明明可以拼出来的。没有圣诞树了，我等这样吧，我那个啥，我明天我这树先这样吧，我那啥明天找阿姨帮我把这粘一下，看你空不空帮我粘一下。谢谢圣诞树，把这个底座粘上。我现在就不找人帮忙了，不然太晚了，可能没有人了。我觉得太折腾了，现在。明天卡颜加油！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好漂亮。谢谢谢安娜的小皇冠，谢谢。我决定我以后都要在这里直播，你感觉这里好漂亮。在这里可以跳舞，给大家看看昨天我录的那个，昨天我录的那是啥来着？神魂颠倒，神魂颠倒是。邪恶的游戏，谢谢圣诞卡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今天还买了一个可爱的暖手宝。我今天还买了一个这个暖手宝。
呀办？它就是只能暖手，但是不能只能暖手，不能充电的。噗噗，撒小威尼，可爱啊！我也觉得可爱。明天放在那个兜里暖手，因为明天我听说要降温了，很冷很冷，我不得冷死了。我决定把这书装起来，明天再整。谢谢金光闪闪的面包渣渣为我送出另外一发电。Thank you。我把它装起来了，你们看，收好了。就是现在这个地真的太脏了，谁能想到呢？本来现在这个树已经拼好了，放在这儿。请大家给我批个树，这里就是我批好的树。谢谢很难说看到没有，刚刚那个是小的，到时候这里要来一个大的。就是说最好来个是树比我高的那种，树在这儿就是这么高，然后我这么高，来个那种高一点。谢谢山叔，这山叔太矮了，他只有这么矮。这是迷你版山叔，给我来个这么高的。可以吗？这太小了，这迷你版，你看它就这个树就只有这么短。在P啊，你们刚刚截图吧？记得把我截好看一点啊，不要给我截崩了。根本结不崩，真的吗？谢谢你的夸赞，是在夸赞我吧？确实，我现在确实挺高的。可以啊，这哪里叫横幅啊？
我知道了，我有个办法。刚刚卡了，我靠！这个也很像那个圣诞树，这就是今年圣诞我和圣诞树的合影。好惨，我今年圣诞节我连圣诞树都没有见到过，这里是点缀一下，剪一把。我带着我的那个圣诞小树，祝大家平安夜快乐。没有反啊，我这边就是 Merry Christmas。 这边哎，他怎么没有反？这个就是镜像吗？好像是，还是很有圣诞气息的啊。这是我们先买一小苹果，这个圣诞树可以当一个话筒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公演。那么，救命！因为我手举着它，感觉像拿了一个麦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，问一下大家，那么作为宋欣冉的粉丝，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？拜拜拜拜拜拜。祝大家平安夜快乐。Candy 是什么？糖。我播到9:30我就走了啊，我播到9:30，然后我就要去那个洗澡啥的，还要收拾。谢谢圣诞树。好脏啊，都是那些白屑屑。我发现我现在直播很费体力，因为我一直站着，我都没法坐着，这样应该会减肥吧。我这没有椅子。
这两个人突然来，今天心情不错。Merry Christmas。晚上买了那个海底捞那个自嗨锅，就是番茄牛腩，好好吃。我最近一直在吃那个。我想到明天圣诞节要拍一天的戏。要哭了，希望明天可以晚上早点结束，不要太晚。如果晚上早一点结束，我还可以回来直播，如果晚一点就没希望。但是如果是一天，感觉我算了一下啊，因为我要转组，先从 B 组拍完，然后去 C 组，可能就是拍到晚上，因为有很多武器，不是我的武器啊，就是别人有很多武器，但是就是会很久。Merry Christmas。谢谢圣诞树。今天收到好多圣诞树，谢谢。谢谢圣诞树，你们送的圣诞树是很可爱，就是很矮，很小。就是迷你版的，你们送的是。就你们送的圣诞树是这样子。摸摸小星星，叮铃铃铃。你看它这么矮，它只到我的这儿，那个你们的小树。对，我发现我今天这一身啊，就只有白色、红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白色、白色、红色，没有别的颜色。然后裤子也是白色，然后鞋也是白色。谢谢圣诞树。
谢谢圣诞树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呀！谢谢圣诞树。哇，我这片地就是它很滑，它在那滑冰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滑。下班了，但是这个今天的直播非常的不圆满，我的树没拼出来。当然这不怪我，这怪那个厂家那个商家，这商家欺骗我感情。然后没想到段璇啊，也这么不靠谱。没有了，谢谢大家陪我过平安夜，但是没法陪大家过到圣诞节了。我本来是想就是播到12点的，但是因为明天太早了，所以就只能走了，我下班了，我去那个收拾一下卫生，然后去卸妆。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那个愿望都可以实现。嗯，好啦，那我走了啊。这个歌好像我好。吧，好像就是说我身临其境在那种，小溪旁，在那种树林里，也不对，仙境。小村庄。好了。说了，走了啊，真走了，真走了，不墨迹了，真走了。拜拜，不要太想我哦。